在刘福通带领红巾军征战的同时，据守在濠州的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也都在日益壮大。濠州虽然处在元军的包围中，但是义军的将士们英勇不屈，众志成城，令到元军无计可施。有一天，在凛冽的寒风中，匆匆走来了一位衣衫褴褛的年轻和尚。盛惠怀疑他是元军的奸细，一面将他捆在山马桩上，一面派人去通报元帅郭子兴。郭元帅闻讯赶到城门，只是见到绳索紧绑的和尚相貌奇伟，气度非凡，心里面不禁暗暗称绝。这个人就是后来的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。朱元璋祖籍江苏沛县，本名朱重八，当时布衣百姓一般都不取正式的名字，只用行辈或者父母年龄合计数作为称呼。朱元璋小个时一得闲就跑到去王国子玩，这个子内的长老见到他聪明伶俐，讨人欢喜，就抽空教他识文认字。朱元璋天赋过人，过目不忘，日子耐了也都粗晓了一些古今文字了。朱元璋17岁那年，淮北发生旱灾、蝗灾和瘟疫，他的父母和长兄在不够半个月的时间里面相继死去，乡里面人烟稀少，非常之凄凉。朱元璋走投无路，只好剃发入了王国寺，做了一个小行僧，整日扫地上香，敲钟击鼓，还经常受到那些老和尚的训斥。为了有啖饭食，朱元璋只好忍气吞声了。后来灾情越来越严重，靠收租米度日的王国寺也都维持不到下去了。主持只好将寺里面的和尚一个个打发出去云游化斋，自谋生路。进寺啱啱50日的朱元璋也都只好背上小包袱，一手拎着木鱼，一手托瓦钵，穿城越村，加入了云游僧人的队伍了。云游中，朱元璋亲眼目睹了混乱不堪的世事，对当时的社会有了深刻的认识，人生经验也都大大丰富。他决定广泛交游，等待出人头地的时机。3年之后，他回到了王国寺，没几耐之后，接到了已经在郭子兴的部队做了军官的穷伙伴汤和的来信，邀请他前去投军。于是他连夜奔往濠州城。在征战过程中，朱元璋知人善任，为人豁达大度，文士冯国胜、李善长等为他出谋策划，英勇善战的常遇春、胡大海也都来投奔他。攻下徐州和和州之后，他整顿军纪，新明纪律，禁止军队抢掠奸淫，因此深得百姓的拥护。郭子兴死了之后，朱元璋被升为左副元帅。第二年，他率众占领建康，成为红巾军内部一支力量强大的武装力量。之后，朱元璋逐渐将郭子兴的旧部全部纳入自身旗下，而且以建康为根据地，不断扩充势力。当时在他北面的刘福通、韩林仪所率的红巾军正受到地主武装的袭击，西面的徐秀辉被部将陈友谅所杀，陈友谅不可以服众，将士离心。明玉珍因为不服陈友谅的领导，在四川自立，国号大夏。东面的张士诚和方国珍受到元政府的劝诱，接受了元的官号。元朝的主力指向刘福通等人，朱元璋就趁机在浙东发展，逐渐控制了皖南和浙东地区。由于红巾军内部的分裂腐化和元政府的镇压，刘福通一部在1363年的时候兵败，刘福通牺牲，红巾军力量削弱，起义失败。朱元璋在这个时候占据浙东，发展生产，罗织人才，巩固统治，实力渐渐壮大。